夜里边啊，主编的牙齿酸啊，我看到地下通道啊，那你要下了大瀑布下面的地下通道有个地方要挖了修复一下子，堵出来的东西边上不是太光滑，堵出来的东西把它刮掉，刮一下子啊，刮一下子啊，所以那在这个边上刮一下子的时候，就牙齿啊就发生酸痛，有点酸的感觉啊。原来是挂那个你要叫大瀑布边上的那个粘着的，那个壁上粘着的不需要的东西啊，把它刮掉啊，所以产生那个酸痛啊，好知道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嗯。